七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宝，须菩提眼甚多世子。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我们前头的文呢，说的是法身，说的法性身。那么这段文呢，说的是微尘，微尘，微尘这解释，庄严佛国度说的。有了法主，就是佛，就是法身说的啊，法身的报身、化身。这说法之主，那在什么地方说的呢？在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头说法利益众生，就是说法的处所，是吧？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说的这个金刚经，金刚经世界怎么成就的？是由微尘成就的，微尘成就的。那么这个咱们这微尘呢，有的微尘很微细的，就是每一个指甲里头的微尘都很多，说微尘很多很多吧，乃至许多微尘成就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微尘多不多呀？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算不过来，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了，就咱们这屋子里的微尘，咱们说有好多呀，这个大地微尘该有好多呀。甚多甚多。那么佛问须菩提了，说你怎么想的呀？对，你怎么看法啊？你怎么认识的呀？说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微尘多不多？须菩提言，须菩提言呢，甚多呀。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微尘不是微尘。微尘不是微尘，就不见微尘的相。这个《金刚经》在一切处都是浅现，浅着一个现象，显它的性体。微尘浅除了，就是不着境的意思，就心不着境，对外边的客观的所有的一切境界相，不取分别，不取执着。所以说微尘非是微尘。说世界先说微尘，因为世界是微尘成就的。换句话说，微尘不是微尘，是假的。那么微尘所成就的世界呢，世界也不是世界，不是真实的，也是假的。微尘是假的，就是客观的所有的存在全部都不是真实的，是可坏的，是可坏性。所以如来说微尘非是微尘，微尘不存在。那随顺众生的缘起，随顺众生的缘起，四名微尘。这个微尘是从性，从性体上而生的。孟子是一切假的合成的，
合成的呢微尘没有，合成的都是很多一切法所合成的，这个世界就是微尘所合成的，所以说世界不存在，世界分析为微尘，微尘也是世间相，也是世间相，是吧？这个随顺众生而建立的世间相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如来说世界非是世界，那是随缘而说的四明世界。在《金刚经》是下半部，多数都说是三种。先是虚妄的看一些幻境，在性体上没有，而要随顺众生建立一切，印是这样子了，就不起执着了，就不起执着了。因此说，如来说微尘，非是微尘，是名微尘。这个话可以引证说，说我们看一切事物，都应当这样看，一切事物是合合而成的，凡是合合的，凡是合合的，都是假象，不是真实相。合合的就有分离的时候，分离的时候，这个事物就没有了。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所先见到的是假，假而后空，空而后从空之中又建立假象。先头这个假是随顺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这一切法没有一切真实的，说你不要太认真了，不要太认真了，对任何事物观察它的体现，说这个世界啊是不存在的，在它的体上没有的，是空的，是空的。那我们这个肉体，是不存在的。当它的存在的时候，认识它不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真实性，必定是灭的，必定是坏的。在这个生的时候住，住你就生下来之后住世间，住的长短不一样，有的几岁就死了，有的几十岁，就最长的有估计住100岁吧。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坏的。现在在他存在的时候，也看他的坏相，看他的灭相。因为我们观一些事物啊，如果你能这样的来观察的时候，你不执着了，你烦恼就渐渐消失了。但是这个问题得要你是用你的观照般若去观察。当你思维久了，想久了，看一些事物是这么回事啊。咱们100年前所看见的人，那100年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那又换了一批新的了，经常入世，要你这样的重复那个1800遍的，你渐渐就产生了智慧了，产生智慧了。这从你观照，观照久了，你的所有的认知啊，你认识一切事物的认知，在你认识上发生变化，既然不是真实的，你又何必执着呢？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学习佛习教导，学习一个法门，或者学习一部经，一定谈到你要去做，
一定要谈到你怎么修行啊。嗯嗯，经常有人这样问，闻到佛法了怎么去修行。佛教的修行方法呢，就是观照，观照就是思维，思维先从你的思想思维。这个思维从什么地方产生呢？从你的闻，闻闻而后思，思而后修，修完了而后就至正德了。在你修行就跟你所思维的相符合了，就能够进入了。这就是想，想啊，那想什么呢？佛说的这个世界不是世界。你说这个世界不是世界是什么？现在明明的现在存在的吗？明明是有一个世界吗？为什么说没有？说没有的意思，说出空的意思，说它不是真实的，将来会消失的。在它没消失之前，你就认识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吧？听别人讲的话，在他讲话之中，你领料的呀，不见得完全都领料得了，那得靠你的思想的观念的观察，观察，观察了你自己，多问问自己，多问问自己，等到自己不起怀疑了，把这个佛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对，说的对，语言因为他对了，你的行动上呢就照着他说的话去做，这个就叫修行。咱们所经常说的依教奉行，对，佛教我们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这个就叫依教奉行。依教奉行该你做了，从做的当中你又证实到，证实到什么呢？佛所说的话确实是对的，确实对的，就从你印证当中，因为这个话是对的，这个印证当中就从你的修行事实去体会。这一段话就解释上边说的庄严世界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就是这个含义。庄严世界，世界是微尘所成立的，那么这个世界微尘所成立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为了利益众生故还要去做，还要去庄严世界。就像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庄严的，庄严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真实的，为了利益接引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升到净佛国度，到那儿去了吗？就能够直至成佛，再不退了。他那个世界里头没有三途，是纯净的。所以说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就是破解上面的庄严世界即非庄严世界，是名庄严世界，乃至于前头讲的深入须弥山，形容词，形容词，就说是这个身体啊根本不存在，不存在不是没有了，那是解释你的法性身的。但是这样佛这样说，众生是不理解的，是不能明白的，所以又再加解释说：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重复一遍，再解释从前一点。
另外你要说法利益众生得有个利益众生的处所吧，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利益众生的处所，这个处所不存在了，在这个处所所说的法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是不但世间法不真实，就是除世间法，佛说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在世间不贪恋，心里不生颠倒想，这是化佛所做的化事，化佛所做的化以化度众生的事。你要从相上来认识，这就是妄见，是虚妄的，不实的。这就是我们经常上在社会上的通俗说的话吗？从它的现象认识它的本质。那么佛所说的让我们认识的本质呢，要让你认识自性的法身，让你认识的清净果度。什么是清净果度啊？清净果度是无相的，清净法身是无相的，因为无相过，所以你现什么相都可以。有人那是现象的、化现的，不是真实的。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化现的，是阿弥陀佛庄严的。为什么呢？为了要摄受其他方的世界的得度，到他那个地方去。等众生得度了，化现的土也没有了，就是让你一切的都看破了，放下了，就自在了，这就是般若意。这就是般若意，就达到般若意了。达到般若意之后，你就得度了，得度了，就是清净了，清净了。这个清净不是说的外边，说么脸不干净了洗洗，说晚上洗个澡就清净了，那清净不了。是说你的心，你心里要到了无挂无奈，无挂无奈了，你什么的一担心的事都没有了，那叫无挂无奈。你到无挂无奈的时候，心里头就没有忧虑了，不必忧虑得，也不必忧虑失，无得无失，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吗？说心无挂碍就没有恐怖了，没有恐怖了，远离一切颠倒了，把那个妄见的虚妄全部离脱了。这先说的是一子的，说微尘也跟我们房屋一样的，说你一子的所谓说说，但是我们的身体呢，一下又讲一段身体的虚无体。于银河呀，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三十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这个所依的国土庄严的处所没有，那能依子的身，身也是没有，先要佛身说。佛身有三十相八十宗好嘛，假佛说，这个都是意境了，意境了。这三十二相八十宗好也不是咱能见到的了，对，就是佛在世三十相八十宗好是那一个大阿罗汉断了见思惑了，他见佛的身相不是平常的身相，对。如果大家有人有能看到过了，哎，
那个英国的那个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大英国博物馆里头，他那有释迦牟尼佛的在世的像。那么是一个印度的老比丘而已了，没有三十二相八十宗好。这经上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宗好，不是一切众生都见得到的，那也是得有修了之后才能见到。但是就这个相是空的，没有，没有，是吧？国度即是空的，正报的身体一直国度也是空的。须菩提这时候他已经懂得道理了，已经开了悟了，在他的见思惑正龙胜果之上，他尘沙惑已经渐渐开始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问他，佛问他说，你对佛的身体怎么样看法啊？是不是以佛的三十二相来见如来啊？世尊呐，我不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我不是这样看的。为什么你不这样看呢？如来说的三十二相不是实在的，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四明三十二相，我们经常讲究空假宗，对，前头是假的，非是空的。完了这个时候嘛，说他三十二相也可以，说他非三十二相也可以，这就是进入宗道义，离二边显宗道。因为那个法身的身不是相，法身所住的净佛国度不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国度。要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要见住土非度，即见净度，那个才是清净的佛国度。这就叫什么呢？叫离相的真如。真者真实不虚，如者如如不动。真实不虚的无境界的境界，无相的相，是吧？如来的体不是相的，如来所依止的处所也不是有相可形容的。因为一切法，一切的有为的法，入梦幻泡影，入露宇宙殿。后来最后总结《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入露宇宙殿，应作入世观，让你这样来关照，这样来认识它。现在我们作为我们都是学习当中，我们不能空，因为不能空过你就有烦恼。人家打你的时候，或者骂你的时候，对，一定要生烦恼了。会非礼相加到你身上的一些事物，你感觉冤枉了，也就是这个含义。如果你这些个相都没有，那你才能够渐渐得入，渐渐得入。那才跟这个经的意义啊，才能渐渐相符。说这样子，你才能理解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啊。离开一切住相，命来布施，施舍给一切众生。还不如听《金刚经》四句啊，我们能相信吗？不是这个含义。他说空的时候，要显空义的时候，遮住了那个有，遮住那个有。明显的说吧，说是你布施的功德，受持经的功德，
比你用世间舍生命的功德那个要大得多。那么舍生命有没有功德呢？不是说舍横个撒手那么，你能舍己救人，看见人家落水了或者是掉了火坑里了，你能不计及自己的生命去把他救出来，或者因为救他而自己牺牲了死了，其实世间人说一共大家共同承担的，说这个功德还不如你念四句金刚经的功德大。在世界上咱们信吗？咱能接受得了吗？因为你若没有学过金刚经的法的人，你对这个很不理解。因为你救人的时候舍生命的时候功德是有的，功德是有的，但是这个功德呀是有相的，是有作为的，跟你那学金刚经学了四句，将来你依着他修行了了生死了，把你无量劫的烦恼都断了，从那个来立来这个比较的话，说你听了四句金刚经的功德呀可比你那个舍那个无量恒河沙的那个功德要大得多。但是这两个不论你受持经的受持经的功德舍生命的功德，既然说到功德了，功德了，什么叫功德呢？就是你修道或者你做一些事情有德于心，这个德呀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在你心里头能得到通过了，行道有所得于心，就是你悟德了。但是例如我们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大家听了好像是很普通的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天天念。但是你这个念呢没得于心，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心并没进入。如果说你要进入的话，有般若智慧的话，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功德。你知道念阿弥陀佛能念的人跟所念的佛合为一体，能念的我没有，所念的佛也没有，这叫自他不二，这个就叫般若意，这才是般若的意思。那这个弯儿大家还转不过来，对。但我们念的时候，那我是能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师父所念的，你都有能所，有能所。等你念到无能所了，念到没有能念的，也没有所念的，因为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说你七宝布施跟生命的布施，这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的再多它有数字的有形象的，但是你诵持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功德有什么形象啊？没有什么形象啊。还有大家时候念的华严经的，华严经的，华严经的那个诸菩萨在功德林品，诸菩萨赞叹佛的功德时候，那觉林菩萨他是这么赞叹的：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是赞佛赞叹的最究竟的，是吧？啊，每一个人要真正想悟得，真正想明白，真正了解了，是吧？你要想认识过去、现在、未来无量的诸佛，怎么去了解它呢？因观法界性。这个法界呀、往往大家有理解错的，说这个法不是那个法，这个界呀、就化成界限了。但是这个在华严经讲法界不是这个意思，界是升起的意思，法界就是界能升起一切法，界能升起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心生的，没有个界所可言，没有自他可立，这样的才叫法界，叫法界。说在这个法界上，你说了空了，说了有了，有了就是有这么多功德，说空了没功德，有什么功德可言？就是功德可立吗？但是我们一说没有了，我们就把它当成断灭了，断灭是错误的，不会是断灭的，佛法一切都不讲断灭相，不讲断灭相。但是只是在这个相上头印到它的体现，对，印到它的体现，就是把你这个身体布施了好多次，这还是相上的事儿，相上的事儿。这也说《金刚经》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入露如电，应作入室观。观一切法，就你做梦一样，醒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尝试这样想，应作入室观。认识一切，不把它假象当成真的，不把它假象当成真的。在习惯下，我们经常把假大当成真的。日常我们生活习惯，咱们中国人，他身上总要带点现钞，他要带个支票本儿，现在可能渐渐也成习惯了，咱不习惯。那在国外国际上呢，他身上一分钱都不带，他不带，他带个存款卡，活动卡，他需要时候走到哪个卡里忘了一个，把密码一说，那马上那个取钱机呀、那机上就出来了。这叫惯相，对，因为我们平常呢就执着惯了，执着惯了，都是在相上去，性呢，体性呢，根本没进入到，根本不知道，而这样的来比较来讲，所以在这个空和有之间。空和有之间，啊，我们多数是执着在有上。你说空啊，就想到没有了，没有了就成断灭了。不能理解性空。性空在有上，不执着，不计较。有要无。它那个含义呀、非常之深，而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体会到的。为什么叫你经常修观呢？这个意思叫你对一切事物的四见相，一切都放下，不要去执着了。对，不执着的意思就是不执着了就不贪恋了，
不贪恋了，人我之间就放下了。那起码嘛，第一步你先了了生死了。我经常说了生死得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的人他任何事物都不烦恼，都不烦恼，换句话说不动心，不动心。三江水一动，不论长江啊、松花江啊、雅鲁藏布江啊，这个三江的水你都能把它动得了。你动不了道人的心，修道的人的心，你什么力量也动不了它。为什么？它空了，它空了，空了你怎么动得到它？这个是要自己思维的。所以佛所说的法，他说要么去做的，要么明白。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的一切法不存在的，是我们众生的心的执着，是吧？心生在种种法生，心灭呢在种种法灭。就像我们出家人功夫好的，他叫入定，入定。我们平常把这个定的意思、含义的意思啊，体会不到。定是个什么境界呢？问我们我七天不吃饭，或者七十天不吃饭，你人是干不死了，还饿死了。如果入定的话，七百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事儿。含义就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能定呢？他对外头的境界相一点不执着。不执着的意思就不贪恋，不被他干扰你的内心，不被干扰你的内心。这个事儿好像是神秘似的，绝不神秘，绝不神秘。然后我们出家人凡正学过戒定慧三学的，对定的道理他能体会得到，能体会得到。不管他出家好久，什么叫定他是明白的，明白的。像我每天的早殿，对，有时三点多钟就起床了，对，到大殿上去念经的时候，对，一般的在社会人，他没有入过佛门的，你要到大殿能站着那儿去念去的时候，他能什么也不想，站得住吗？那时候很冷啊，冬天时候啊。大殿没有火炉子可烤啊，有的现在也进化了，暖气呀、啊，过去哪有啊？就是靠心里头，靠心里的定力，这叫定，这叫定。那么你没有功夫的话，什么在禅堂一坐两个多钟头，或者住一支香吧。那是金定香啊，不是这个香啊，一个香一支香两个半钟头要坐那儿，你能坐得住吗？那就是初步的，但还不算什么定，那叫清难，清难，把他心里的难下来了。这种功夫呢，从你的日常的思念当中去做，就是念住法门。就像咱们前头师父提问，我怎么样住心，怎么样降伏其心，你靠定力就把你心降伏了，它不向外奔驰了。
专注意境，或者念佛就专注念佛上，这叫思维效。你能定得住，专注意境时候能定得住，如果心里的纷乱的时候定不住，定不住。现在我们提倡这个念住法门，怎样使我念头住？念头住。那么我们要做不到这个啊，你可以做到了，你自己的想什么你自己该知道吧。一天你起好多个念头，你能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念起个心一起念，看它是善是恶，如果你用一种方法或者用白纸起个善的好的思想，点个红点，起个不好思想点个黑点，那你到晚上你算一下子吧，黑点多红点多呀，是善念多是恶念多呀。善念跟着定境相结合的，跟着般若相结合的，恶念是违背恶境的。对，恶念它跟这个恶境相合，违背善意，这不顺佛教。那这样子经常做，经常用这功夫，渐渐久而久之，天天如是做，天天如是做，你做到一段时间了，你就知道你功力有了，你对峙的力量，静起善念，不起恶念，这叫随顺的法性，你能够定得住，你能够渐渐入空意，能够懂懂这种道理。懂得这种道理了，你再来观身心世界，身就是你肉体，心就是你思想思维心灵，世界呢就是咱们前头讲的微尘世界，这样子你才能明白为什么用好多个生命的去救度别人的功德不如念四句金刚经的功德大，什么原因你就知道了，知道你自己就会知道了。你就认为佛这一段的教授教导我们的话是真实的，那个功德比你布施恒河沙数那生命的功德大的原因呢，就是你能成就了，你从此永远了脱了，不再生死流转了。说你用生命功德恒河沙生命功德，那你福德大呀，福德大你经常享受啊，去享受那个福德，那你超脱不了。那恶业把你牵住，善业也把你牵住，你也出不了轮回，超脱不了。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来这儿听课的啊，我们大家学习的人，恐怕抱这么思想，我听听而已了，明白也是那么回事，不明白也是那么回事，总是来这儿种个善根吧，听听总是有好处的了啊，你这种来听听啊，这个好处不太大，是有。如果你说我学了，我想解决问题，那就问题大了，那就好了。公子，解决什么问题了呢？啊，不经常说是要追求真理吗？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发了财？寿命长寿，咱说长寿，长寿是对着短寿说的，长寿是属于寿命啊。有没有永远活着的呀？啊，我们前头延寿殿，
念寿殿，说我想让我生命永远相续，求药师佛加持。你没证得法身里头，你这个分段身永远是分段身，怎么会长得了啊？因为想死我肉体永远这事，这叫迷信，这不是真正信。说相信一切事物永远相续的，这就叫迷信。迷信。如果我想信了佛了，求佛了，让我发财吧，让我升官吧，这叫迷信。这就叫迷信。说不是说求佛我就能吉祥如意了吗？那这个老和尚说我这是迷信。我说你这，我就说你这是迷信，因为你是迷才这样求，你要不迷了你不会这样求的。这世间的财物是有限的了，财都让你发了，人家还要点不？还给人家一点不？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叫观理，观理。这种道理，现在佛给那个须菩提说，须菩提，现在他明白了。明白佛所说这个法呀，不是他过去所学的。他过去知道断见惑，见神不烦恼了，断见思惑，了了生死了。这只是分段生死，那变异生死呢？他并没了，他还没听说。那现在听了佛给他这块，他在起问。怎么样住心，怎么样降伏起心，那佛就给他解说了这么多。到这个时候须菩提他真正的明白，真正的开悟了，真正懂得佛所出世出世间所说的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回他彻底明了了，现在才真正明了了，还不是证得了，他是明白了。人家我们听经，听经为是明白，明白什么呢？看看那个明白人说的话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那对我们这个不明白的人，给我们一种启发，启发，来让我们也去明白。那佛说法说到这个时间，须菩提他是真正明白了，真正明白。尔时须菩提闻说四经。深解一曲，涕泪悲泣，而白佛言：“稀有啊，世尊！佛说入世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的慧眼，未曾得闻入世之经。世尊，要福有人得闻四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自世人成就。”第一的稀有功德，世尊呐，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入世经典，信解受此，不足为难。要当来世后500岁，岂有众生得闻四经，信解受此？世人即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哪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尔时呢？就是佛说法，说到这个庄严佛度即非庄严，世界上是的微尘经就即非微尘，世界入世
正报入社，医报也入社。那从他问怎么样住心，怎么样降伏起心，佛就告诉他了，你应当这样住，这样降伏，降伏你的心。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要把这个寿者相又离起，像我们前说的那个药师验寿殿那个寿啊，这个寿是相续的意思，不是寿命的寿。相续，我相、人相、众生相，永远相续。众生相呢，说一切诸法所合成的那个样子，叫众生相。因缘所生的，一切诸法所合成的叫众生相。我是自己，他是他人，我相、人相，再加一切法所生的一切诸相，有情的、无情的，它是相续永远不断。这样相续下去，就叫寿者相。而这个四相都是假的。啊，须菩提这个时候理会到了，理会到了。他以前只断了人脑或不流转生死了，但是对这个甚深的意、成佛的意，他从来没想过，也没发过这个菩提心。但现在他明白，发了菩提心了，这上没明说，实际他发了菩提心了。他感动得涕泪悲切，这就是随顺众生相。他断了见思惑了，怎么还哭啊？这叫随顺众生，随顺众生。他就向佛表白了，表白他现在所认知，所认识到了，体会到了。他说：“稀有啊，世尊，稀有极尊贵，极少有。”就是今天说这个法呀，我是从来闻所未闻呐，是吧？佛说的这种甚深的经典，就是在这个法会上，佛对须菩提所说的这个甚深的经典，说我过去从来没闻过，我得的慧眼，就是他所证得阿罗汉果，那叫慧眼，开了智慧的。因为他断了见思惑了嘛，他见什么不迷惑，他的思维不起思惑，不流转六道了。但是对于第一义谛还不懂，今天才知道，我才产生了清净的信心，而信心清净了，过去的信心不清净。我今天早晨到我们那个罗汉殿，我在卢果路五百罗汉里头转一圈，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但我们看见罗汉是成就了，很不得了。但是要在金刚般若会上说，他还不如我们，他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发菩提心，能发大悲心，能发利益众生心，能发厌离世间心，能生般若意。那些罗汉他没有，他认为他跟佛差不多了，叫得少为足。我们能闻教般若波罗蜜经，只要你信，还不说你正德，正德当跟佛无二无别了，就是你能信。不在此说我人众生寿者，说这就是在华严经里说大凡胜小圣，大心的凡夫胜过小乘的圣人，小乘的圣人就是阿罗汉说的，他们是在流转生死上
那他们断了生死了，不受生死的约束了。在我们呢，是在生死当中，但是我们能发起大菩提心来，就叫大凡圣小圣。从前有个事，有个故事了，一个阿罗汉带一个徒弟，行脚是走路，那但是师傅的包包是徒弟背着了，这小三在前面背着走，走到那田地里头，看那犁田呢翻出来很多虫子，看那乔某来吃这个虫子，这小沙弥就生起大悲心来了。哎呀，他说众生苦啊，众生苦啊。那个，他巧捉虫子吃，虫子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就在喉咙就给吞了，连骨头都不退。其实虫子也没得骨头。他生起大悲心来，说我一定发大悲心，我要度他们，度一切众生。那罗汉是有他心通的了，他徒弟一念，他马上就知道了，说你停下来，停下来。他徒弟就站下来了，说来，包包拿给我背。啊，他徒弟给他背了，好，你在我后边走着，我在前头带路，就走，走，就走。走了一段时间，这个沙弥想，哎呦，菩萨道难行啊，还是像我师父似的，先了了生死再说吧，不然生死太苦。他心里这么一想，哈，那阿罗汉又叫他说了，停下来，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了。包包你还背着，你还在前头带路。那徒弟莫名其妙啊，他师傅怎么回事啊？那照样背着，就在前头带路，又走。走了一段时间，这沙弥又想，哎呀，说一定要当菩萨，当菩萨才能成佛，一定要发大心，不能退菩提心。然后他师傅又叫他了，停下来，停下来，他又停下来了。师傅说：“包包还给我背着，你还跟我后边走，走。”所以这小沙弥很奇怪了。他说：“师傅，你今天疯了，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不走。”他师傅就跟他说了：“说你刚才发了大菩提心，要利益众生，那我才是个阿罗汉呐，你是大菩萨了，发心就是菩萨，出发心是即正觉，入是二心，出心难。这是佛说的啊。”在华严经说，你要发菩提心，跟你究竟成佛，成就心。说这两个心哪个心难呢？这初心难呐。说你不要大心不发在已，发了他这个善根永远是继续增长的。因此啊，最初发的心呢很不容易。说这个小沙弥这一发心，他师父说你发心是大菩萨，我才是个阿罗汉，我怎么样菩萨给我背包啊，还是我背着吧。反正教主你又退了，你退了心了，要想跟我学成阿罗汉，那我已经成了，你还没成啊，说包包你还是得背啊。后来呢，你又反悔了，要大心一定得发，大菩萨道一定得向，所以我还得背包让你跟着我后边了。这虽然是个故事了，我们就说发菩提心非常之难，是吧？发利益人的心，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了，都给自己打算呢。我们出了家了，要了生死，要解脱，要成佛。成佛有个过程的了，没有不利于众生的成佛的呀。所以在《华严经》里头，42位法身大士叫法身大士，他中间多少次发心呢？从凡夫地，不晓多少劫。我让信心满足了，
现在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啊都是信佛者了，我们的信心没有啊。我这么说大家听着很诧异吧，说我们出家好多年了，信心还没有。我说这个信心跟大家所想的信心不同啊。信心有十种过程，咱们就说第一个吧，即是前念起乐，只其后念不起者，这叫有信心了。我再说最后一个第十心吧，回向心。回向心，回向心，愿代一切众生受苦，像佛一样的利益众生，为了救度一切众生。那不是像我说粉身碎骨，不是那个意思，就你生生世世的永远是利益众生。把自己所做一切好事都回向给众生，众生所有一切的危难我都承担，代他们受苦，就代众生受苦。这个心真发过吗？真相信吗？如果没有，没有你没的信心。我们把这个实心结合起来啊，第一个相信自己成佛，相信自己跟佛无二别，信心，信心，信什么呢？我们说信三宝，信佛菩萨，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佛菩萨，相信法，我们自己就是法呀。相信僧，佛跟法结合起来，我自己就是僧，就自信三宝。当你受三皈的时候，每个皈依也皈依师啊，都给你讲的了。对，对，信心，信心，信你自己的心，这个心就是佛。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心一切众生诸佛就是一个心。那回头你自己先考虑考虑，佛都干的什么事儿？有例子啊，佛他一生做了什么事儿？你既然是佛了，你该做什么事儿？你该做佛事儿啊，你不能做众生事儿啊，还跟众生去争名利吗？争人的我吗？争是非吗？争财富吗？争地位吗？那你自然就放下了，因为你比这高的多了，你是佛嘛。这是警策的意思，这叫有信位的菩萨。我们经常说信心，信心就是信你自己的心，那个心呐，不是你的妄心，就是现在的经上说即生实相，实相就是实相的心，这个信心才是清净的，叫心清净故，叫信心清净。说这人一定成佛了，成就第一稀有功德，现在不是，现在他是众生，但是这是因，这个因一定能成果，就是你种下的是黄豆，绝不生大米，黄豆一定生黄豆，你种的是成佛种子，一定能成佛。须菩提向佛说了，说世尊呐，太稀有了，你说的这么深的经典，我以前怎么没听到过，我所以得到二乘的智慧，连这个经听说都没听说，现在我才听说了。要服未来的人，有人闻到这个经，他的心里清净，咱们清净上用前头佛所说的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信心清净了。清净的信心生起了清净的果，果是什么呢？实相，实实在在的相，
实实在在相是什么相呢？是无相，无相才是实相。无相故无所不相，就是空遍一切处。我们相信般若意了，般若意是遍一切处的，遍一切处的。那这个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说现在世尊呐，我今天才得闻到入世经典，就是《般若波罗蜜经》。那我就照这个佛所说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就信解受持，这个没什么困难的，不足为难，因为我已经证了阿楞果了，在这个阿楞果上再起这个信心，那就意思就是很容易了。说要当来世了，当来世就是，来世就是未来啊，未来。未来的后500岁，头500岁，就再过500年，后500岁就再过500年。要是有这个众生闻着这个般若经了，他能够信，信了而后理解，理解而后能去做，就信解受持。信是第一步。完了信了之后能理解经的意思，完了又去照着去做，这个人呢是第一稀有啊，极尊贵了，极少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人已经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他才能够这样升起信心呢。我相即是非相，人性是人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相即非相。说这个相啊，不是有相的相，相是无相，无相的相才能遍一切处，才能无所不相，是这么个含义，这么个含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何以故？什么原因？升起的意思，说离一切诸相了，把一切诸相离开了，才能见到诸佛。因为为什么不能见着诸佛呢？就因为着一切相。说不着一切相了，就是一切诸佛。如果我们读到《金刚经》了，我们有些道友求见相好，说啊，那我拜佛时候佛放光了，或者阿弥陀佛又现身了，恐怕不是这样想法了。要读了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不是这样需求，不是这样需求。我们这个灵隐寺的庙过去有个主寺，是在五台山住的，叫文喜，他是个大菩萨了。他在五台山的大显农寺里头，那是叫华严寺。他干什么呢？他在大寮里做饭，做饭。人住的很多了，那锅煮的饭也很多。那有一些饭煮好了，他把锅盖一掀，他把锅盖一掀的时候啊，文殊菩萨骑着金毛狮子腾空而起。要是我们这个众生，要是我们看见他，就是我看见他，我趴地马上就磕头啊！文殊菩萨来夹死我来了。他不是这样子，他捞起那抄捞饭的家就打文殊菩萨。他说：“你文殊是文殊，我文喜是文喜，你跑这儿来做什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说个计算，说个计算。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修行三大劫呀，
却讨老生闲。这什么意思呢？俺们在这个天这磕头礼拜，求阿弥陀佛，求观世音菩萨，求什么？求他现个相来加持加持我，或者放个光加持加持我，就是他不现。我们到五台山，哪个不想求文殊菩萨见一面呢？磕头礼拜朝五台山，这文殊现一面，我就业障就消了。但是文殊菩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他是深解般若意呀、就是深解般若意才知道。其实我们跟文殊师利菩萨乃至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啊，只要是你狂心顿歇，放下一切妄念，心无所着，你当下就是啊。因此啊，你对任何的意象，现在的邪说横行，那这又放光了，说把用电力在后边一放光，哇、哦，这他不得了了，他佛菩萨来了，他就是活佛，类似这样的很多，现异象。那读了《金刚经》的人呢，他对这些个绝不执着，跟你毫不相干，跟你毫不相干。为什么不相干呢？你自己如果没有解脱，没有断惑，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行菩萨道，任何这都是魔警啊，这就叫魔警。说你着了魔了，着了魔，你先验证你的自己的心，先验证你的自己心。如果你已经得到这种道理了，明白这种道理，你心不贪恋，绝不贪恋这种东西，绝不贪恋。须菩提向佛正一表驳，一说他心里所理解的，那佛就告诉他了：“如是如是，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这样。”赞叹这个《金刚经》的功德。这功德是无相的啊，不要在有相上去取。要扶有人得闻四经，闻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不惊不感觉稀奇，不怖不生恐怖，不生恐怖感，不畏不畏怕，当知世人甚为稀有。我这个人呢，已经能进入般若意了，甚入稀有。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来说，第一般若蜜即非第一般若蜜，是名第一般若波罗蜜。这跟前头说的一样，当知住相非相，先是浅，后头是力，最后是随缘。须菩提，因汝波罗蜜，如来说分因汝波罗蜜，是名因汝波罗蜜。前头是总说的，后头是分别的，就单举因汝波罗蜜说。什么叫因汝波罗蜜呢？单解是这个忍辱，就别人羞辱我们，我们能忍受，忍受到什么程度？达到了波罗蜜，达到究竟，达到道比难。那么佛又对须菩提说：“说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佛就举例了，以前都没举例。举个什么例呢？说我在因地当中，遇到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割力王，他割我的身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割我的身体的时候，
我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四相。是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是有这些个相，那就不能引辱了，有相就不能引了。假使在那直接我说，啊，就是那个时候，这是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怎么讲呢？说是佛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以前，在这个他做修忍辱横的时候，说忍辱仙人相续有五百生吧，啊，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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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门修了一横忍辱横。他做忍辱仙人的时候，他在一个山里头修道，专门修忍辱横。那么格列大王是个国王，是当时的那个地区的国王。他到山里去旅游去了，旅游疲劳了，他临时在那儿就休息一下。但他带的这些宫女啊，就到那儿去找那忍辱仙人说法去了。他一醒的时候，看他宫女一个都没有了，他都跑哪儿去了？他就找到这些宫女，围着那忍辱仙人说法，他的嫉妒心就升起来了。他拿着宝剑嘛，刺那个忍辱仙人，割那个忍辱仙人。他把我就。啊，那个忍辱仙人呐，就拿宝剑把他肢解，一点点割他的肉，就这么个故事了。佛就举这个例子说，忍辱得达到忍到什么程度？是吧？在他肢解他的时候，他一点嗔恨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啊，为什么他能达到呢？说他。到那个时候，他这修忍辱仙人的时候，已经达到无恼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没有一个肢解他的人，也没有他的肉体，也没有被肢解的肉体，能所都没有，也没有相续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生嗔恨心。应该生嗔恨心，他没有嗔恨心，因为这个故事须菩提都知道的了，所以佛并没给他解说。就是你知道吧，像往昔当那个忍辱仙人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忍辱仙人，那割离王来自己我的身体，我没有思想，我没生烦恼，我也没有生报复心，就因为我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所以因此缘故，说菩萨呀，应该知道什么呢？要离一切相，离一相即名诸佛。谁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以这个时候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发菩提心了，我们简单说就发菩提心。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心无所住，应生的无所住心。不是须菩提最初问佛吗？云何住心？云何降伏其心？佛以前的已经答复他了，现在又重复的举例来说明。因为那个时候我心无所住，已能降伏他的心了，降伏不起嗔恨，不起怨恨心。假使心要有所住，即为非住，非住呢有所住，那个住不是真住，就叫非住，非住。
怎么叫非柱呢？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生活的例子来举吧。说呢，衣食住行，你每天，有时候我们是很注重吃的好坏来干啥，有时候你心没在这个饮食上头，你到那儿吃管那什么呢，吃就走了，吃饱就没有住相，也没管他吃什么。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候，但有的时候又挑剔，这个不对口味了，那个咸了，那个淡了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是不住你吃的饮食上的身心。举这么一个例子了，说假设你住那个，你有住的时候，有住的时候，那个住不是真的，是住不住的，就是这么个含义了。不论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境界下，他这举个布施，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色是色相，有个能识的人的色相，有个受识觉的色相，还有中间所识的物，这三种。没有能识的人，也没有所识的物，也没有受识者，这叫无住相。这叫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无所住而生心呢，就是不生。这叫做无住，无住故无生，无生故无灭，无生灭故心是清净，这叫清净心。这样来布施，这是不是不布施了呢？不是的，菩萨为利益众生故，应入世布施。入世指什么呢？指清净心布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样的布施。所以如来说呀，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是吧？那一切所有一相不是真实的了，即是非相，在相上头能印到它是非相，在你肉体上头能印是你这个肉体不存在的，没有个肉体。到这样的时候了，不但是人，鬼也拿不到你。对，在唐朝时候，木五台山一个老和尚叫高妙峰，高妙峰有时他寿命尽了，寿命尽了就该死了，那个阎王就派了小鬼来拿他来了。那小鬼拿他到五台山找不着高妙峰，怎么着说他是在这儿啊，怎么没有啊，找不着。那没办法，就求助于五台山的徒弟，说这是有个高妙峰啊，怎么现在找不着他。他说他现在入定了，入定了看不见他了。他那我完不成业务啊。徒弟说他还有贪恋，他贪恋什么呢？贪恋一口钵，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印度的话叫波多罗，波多罗就我们吃的饭碗啊，吃的饭碗。我们中翻我们中国话嘛，就叫音量器。那个饭碗嘛，就是你肚子有好大，那个饭碗就好大啊，要那一碗连菜带饭就吃着就够了。叫音量器，说他这一个非常还贪爱这个饭碗，你也靠这个饭碗，你就看见他了，他就出定。那小鬼就是靠他那钵，他一靠钵看他就在那儿坐着呢，那个小鬼拿锁链就把他锁上了，说他就这个主持就很奇怪，说您这不我拿到的，说你假修行。你还有贪恋，有贪恋你也脱不到手。
完他就要求这小鬼儿，哎，说你把这个碗呐，还给我看，波多罗还给我看一下，哎，我是耐他，他把这个碗接过来，啪往地下一摔，就在一摔当中，他又入定了。那小鬼把铁链子一断，空的没有了。完了他就说四句偈子，要拿老生高妙峰，除非铁锁锁虚空，要还所得虚空去，再拿老生高妙峰。你把能虚空把空能锁去，再来拿我吧。这成道的话啊，成道的话就是他无着相了。我讲这个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这个惯例，他的心力，把他这个不着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这个肉身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是吧？这个空，就是这个含义。类似这样的，我们过去的祖师啊，有好多呀，就叫生死自如，要死就死，要活着就活着，这生死自如。还有一个邓演峰，他到死的时候，他怎么死呢？他现怪相，他在我们大殿门那前面拿个大鼎，脚朝上，头朝下，他就死那了，就是到了就死那了。那大殿上，那不耽误大家上殿吗？完了，这个就向老和尚禀报了。老和尚说，那时候住的那老和尚叫什么名字了呢？我想不起。哎呀，有些老和尚他来去自由的，但是还有个业不由己啊。看你业消失没有，业没消失你走不得，还人家的债，欠人的债，欠人的债并不是光是钱呢，那问题还多着呢，你这段姻缘没了你走不了的，不论出什么毛病你也走不了的。该你死了，这段姻缘了了，你想不走也不行，这叫业不由己。说你所做的业由不到你自己，叫生死不能自由，不能自由。那跟我说这两个老和尚不同了，他们的生死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学般若业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般若业是超过这个的，超过这个的，就在生死中，在生死中他超脱生死，超脱死，对，这就叫心住，心降服。我们不自主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没办法，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想的办法。如果你坐那儿念经的时候，你参禅的时候，妄想很多，现在控制不了，不要打妄想，不要打妄想，还要打呀，你越不要打呀，哎，还不如你不说好，你不想他还没那么多，你越不叫他打，好，他越来的越多了，这个事儿没完，那个事儿又来了，就想想想，过去的呀，未来的多得很，你怎么办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散乱。说不散乱了，不散乱了，你念经或者修到做禅坐的时候，他乖咳嗽，这心里一静下来啊，无所用心了，他不是关照了，他就乖咳嗽了，昏沉了，一个昏沉，一个吊举，这是我们修道者的通病。说读诵也好，禅静也好，那不是散乱嘛，就是妄想，再不就散乱收拾不回来，就妄想，再不就昏沉，心一静下来好像什么没有，就该该咳嗽了，怎么办呢？但你各自自己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这样子，那散乱了你自己用声音大一点
不要散乱，不要散乱，就说别人一样的，就说自己，啊，那就好一点。完，他就收拾一段时间，昏沉也这样子，不要昏沉，好好念经，好好关照，自己跟自己说哟，没有外人说，你说了这么几声啊，哎，好像就好多了，也不昏沉了。这个方法呀，不可为虑，个人想个人的方法，是吧？佛所教授的方法跟祖师所教的方法，对你不一定适用，但是你自己想你自己的办法，啊，你想你知道就是对治的方法，怎么样对着它，使它能够啊，这叫调伏你的身心，让它不要散乱，不要昏沉，不要执着，要放下。但是这个必须得要功夫，看破了才放得下哟。看不破，当成真的你放不下，当成假的，你才能达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今天就讲到这里吧。